嗨，各位表，大家好，Terry。那今天跟大家介绍了这一只表呢，还是这个 MJW，Mr. Jones Watch 的一只非常有意思的设计表款。那这一只表款呢，它是由比利时的插画家哦，这个 Christopher DeVos 所设计的。那它的名字呢，叫做 A Perfectly Useless Afternoon，就是一个慵懒午后的意思哦，慵懒午后的意思。那你可以看到背盖呢，还画了一个很可爱的黄色小鸭鸭。那这只表呢，我刚才有提到，它是一个比利时的一个插画家哈，Christopher DeVos 所设计的。那其实这只表的设计的构想呢，其实跟我们中国有关哦。它其实呢，是这个插画家呢，在以前前几年的时候呢，他无意间呢，阅读到我们号称呢国学大师啊，又叫我们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的作品，他里面有一句话提到呢，如果你能用一种毫无用途的方式呢，度过一个完全无事的下午呢，你就懂得生活。所以呢，他就利用这句话哦，完全无用的方式去度过一个完全没事的一个下午，去构思了这一只腕表。那你看到它这只表，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个人戴着一顶橘色的帽子呢，然后他就跨在游泳圈上面，漂浮在游泳池中，哦，漂浮在游泳池中，然后在这游泳池当中晃啊晃啊，去度过一个慵懒的一个午后。那这只表它其实很有意思哦。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它这个角哦，角的位置呢，指的是小时哦。那所以说，一这样子来讲，它现在角的指的位置是8点左右。那我们看到这边旁边有个黄色小鸭鸭。黄色小鸭鸭指的就是分钟，所以目前的时间就是8点17分左右，8点17分左右。那其实这只表它其实做得非常的不错，你看哦，它其实蛮用心的，它连这个游泳池下面的那个我们讲的泳池标线呢，也是模拟呢透过由上往下，因为水面有波纹嘛，所以下面的标线也是歪歪曲曲的，歪歪曲曲的，所以它其实真的很完整的呈现了我们从上面往下看。哦，俯瞰游泳池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方式，然后用另一个非常有趣的哦，用一个躺在游泳池上面的一个无聊男子在看书的无聊男子的一个脚尖以及黄色小鸭来指示时跟分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做法。那这一支也是使用了我们讲的这个MJW 最常用的就是要分层印刷的一个部分哦，例如说这个你可以看到游泳池的边框印在上层的玻璃，然后接下来呢，中间有两个透明的盘，就包含了这个哦游泳池上面的人以及小鸭鸭之后呢，最后底盘是印在最下方，所以它是透过好几层的印刷呢，去完成了这一只腕表哦。那表壳呢，则是 MJW 标准的37mm 的一个系列，那配备有品牌呢所搭配的这个米兰带哦。那 MJW 的米兰带其实是蛮细致的哦，蛮细致的。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再找一只就是设计有意思的一个腕表，然后呢本身呢可以带给你平常轻松哦轻松的一种感觉的话，那这一只呢，A Perfectly Useless Afternoon 呢，应该是你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之前呢，我的好朋友呢，Paul Liu 呢，他在他的表的 review 当中有提到说，这是一只劝人休息的表，劝人休息的表。尤其现在人生活实在太忙碌了，所以看到这个表面呢，可以博君一笑，让你放松一下。那今天跟大家介绍这只 MJW 的慵懒午后到这边，未来 Harry 还是持续跟大家介绍一些非常有趣的腕表，谢谢，拜拜。